现在进入报知模式，点击进入。前三种常规模式，脉冲功能不可调节。特殊模式，脉冲幅度速度不可调节。个性化模式，可以对仪器的任何一个参数做人工调节，使用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设定。我们选择个性化模式，进入。仪器工作状态显示，开启强声波脉冲功能，关闭强声波脉冲功能，强声波幅度设定，强声波速度设定，低、中、高、非常高，强声波能量设定，最小为零，最大20，射频能量设定，最小零，最大20，时间设定，最小为2，最大20分钟。通过点击左右键来递增递减。开始，结束，返回上一页。